唯心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本圣教啊，每年的水陆大法会啊，因为我们都是在家修行，我们的德、我们的恨啊，福报比较浅薄啊，没有办法像啊一般的寺庙道场啊住持法师修行者的福报那么大。所以我们都从头做起，从小一步一步的走啊走出来。所以每年在水陆大法会之前呢，我们要树立登高三级顶沟啊，顶沟呢招请宇宙虚空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昭告我们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水陆法会，欢迎来啊这里呢啊，受纳供养听经闻法啊，所以啊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在家修行了，不比出家修行的福报那么大啊，所以我们要在啊水陆法会前呐、啊，一个月左右，在登高啊七星登高这里呢，下面设个坛。请王禅老祖圣像做主啊，然后呢在这里用文书填写要参加水陆法会大牌位的，先来这里先填写啊招请的文书啊，让你所要超度的三界万灵啊，所有的一切诸灵们啊，都能从登高这里下来，在这里静待着我们水陆法会的啊深谈，然后各个依个人的本愿呢啊进入坛城，进入七坛一所听经闻法啊，各领功德啊，所以以后我们每年要法会之前呢。一个月的，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要受大牌位的，一定要先回来在这里啊，大殿的龙边前面这里，在这里招请，啊，依照法仪招请，啊，则呢啊，名扬两界会圆满呐、啊，啊，在这里向各位说明。各位唯心贤士啊，当你们踏进入啊我们回头是岸我们的山门之后的右边，在坛前有一个镇守坛前啊，这个将军呢，镇守将军在这里镇守着整个法会的坛城啊，在我们三月二十六日最后一天奉送法船的时候啊，这个镇守将军呢，他就坐在法船的正前面，向着西方而去啊，带着各位现在所恭送的文师
1100多万部的经宝，你们所送的经宝呢，一起啊护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各位的功德，然后转输给各位。所以我们呢要送经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来这里超度祖先呢啊，我们祖先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这个功德啦。啊，你有功德，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三门外呢啊就够领功德，你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个天机密，所以我希望呢明年啊这一次水陆法会圆满的开始，大家努力在诵经，有维新圣教三十经，还有活说阿弥陀经。今年活说阿弥陀经呢，大家要努力啊再找更多时间来诵活说阿弥陀经。啊，在丁酉年的《阿弥陀经》呢，我们有公诵了93万多，93万多部。啊，这个是我们每位同修在短短时间内，大家用心来诵经所集合的功德，我们是来奉送给我们的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3762次大小战争，啊，汪氏金民燕宁等，啊，有这个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切的功德天呢，啊，能够护送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遵守坛前将军来护。各位维新贤士，风水宝地，利人天。啊，风水的妙法，84000法门的妙法，不是我们所看的那么肤浅，不是我们一般人啊不耐旱的见地。所以风水学就上达天庭，下达人间，尤其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也是要有风水学。人住进去了，才会心平气和，啊，身心才能和谐。啊，你能和谐，我们的思想思维脑部就清净，因为我们的脑是借由眼睛所看到的环境进入脑意识。当你看到很烦的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的脑意识呢，你就会时时记住刚才或者过去所看到这一些不好的现象，扰乱我们的思维、思想和思绪，就没有智慧了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要有风水学的正确、正知、正见观。那本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啊，后面呢，啊，这个地方。我竖了一盏石灯，这里我画了圆圆的，中间竖立一个石灯，这就罗星，四维罗的罗星，啊，罗星守水口，罗星来化煞，水口进来的一切的煞气。所以风水的宝地，不是它自然形成就会就可以化煞，往往上天给我们1/2，大地又给我们1/2，只有1/4的宝地啊。那么1/3
我们要自己来依照风水研究风水学大自然的法则呢，啊，然后来啊后天的装置艺术啊来融入当地风水学的啊它的啊调和，所以谭吉山先生是后面后花园的啊这一座啊证实啊这个宝塔呢啊就是一个让我们值得来研究的宝塔。各位维新贤士，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就是以易经为主轴啊融合宗教的修行，所以我们才有叫做用意利人天啊，你不用意你没有办法了解到你眼前当下性现代性现实性所发生的烦恼在哪里，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啊，你易经学了妙法法宝是你自己得到啊，你自己带回家啊，留着千秋万世。所以有的人说哎呀师父啊，我有事问你就好，我告诉你我不是坐在那边当神给你拜，因为我会啪啪走啊，观世佛就开示了，求人不如求自己，求自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自己要修行啊。好，刚才我们这位师姐呢跑掉了哟，啊，我们这位师姐呢啊她呢啊就是法会啊在请祖先的很连累过来咽口痰啊，就发生头晕啦 啊不舒服啦发烧啦啊，这个就是要用意，所以我们师兄呢帮他卜卦了，就成蛇动，成蛇就是主灵啊，阴灵主灵动了啊，就是表示说身上有阴灵让他身体发烧来求度，那问的结果呢就是他啊小时候爸爸妈妈很早就往生了，尤其妈妈呢他往生呢是非常冤枉的，他妈妈怀着肚子内啊有哥哥啊或是有弟弟啊，怀孕在里面呢结果吃药吃错了，所以母子都遇难，那么这遇难是最痛苦啊，他们虽然去埋掉了事故那么几十年了，他还是没有办法去投胎，也没有办法去超生转世，所以这一次的水陆法会的因缘呢，啊，他妈妈呢，啊，就会来借着因缘来求度，再加上呢，我们身为做子女的，啊，不懂得这个道理呀，啊，那爸爸妈妈，啊，就会灵附在身上，啊，进入身体内，跟我们融合为一呀。啊，所以这个是例子太多都是这样来的。好，那我们师姐呢啊我要她赶快啊受大连队还有四天的水陆法会啊大宅法会呢啊最好的机会，她的妈妈啊也已经跟到身边来了啦啊，也在求度，我们身为人的子女的我们要尽孝。啊，尽孝呢？那有什么尽孝呢？再生的时候给他吃住啊，好好伺候服务。但是呢，最大的孝就是我们灵魂能够超度，这才是真正的大孝。所以有像这个情况的同学们、十方善知识们，啊，同个问题的都很多。每年水陆法会或是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都有各种灵魂界的问题烦恼，好，来，
啊求度啊，还有如啊前天我们有信众大德啊，他的家人呐、啊，就是输血啊，血一直流，怎么样都吃掉了，也不晓得在哪里呀、啊。好啦，经过老祖师尊开示啊，他身上有吸血鬼啊，赶快受到他的大牌位啊，受就是某某某身上啊病魔吸血鬼啊的连位超度解冤释结。原来在家务病房非常严重呢，啊，结果昨天晚上，昨天早上，受了连位，昨天晚上就出来普通房，也就没有再打这血。哦，这个血现在台湾的血库都一直不够嘛，啊，像这个一天打十包，还是到哪里去都不晓得了。啊，所以这个都是很多无名病啊，啊，灵魂界的，这必须要靠宗教的力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来学易经啊，修行道上可见性的道理是这里啊。啊，所以今天借着我们师姐这个因缘呢，啊，跟各位讲解，啊，灵魂界的事情，你要超度，必须要有好的法缘。好，在这里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健康，阿弥陀佛。禅之山为心，为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啊，今天已经礼拜三了，啊，再过三天呢，我们就圆满了。啊，丁酉年的水陆法会啊，到目前非常圆满。我相信到礼拜六王禅老祖圣诞日也是很圆满的。啊，今年啊，本来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我们大家都是社会人。速龙工商的老板和企业主管，大家都本着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为社会的和谐、为世界的和平、天下太平，而一直以身、口、意来供养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啊的天威啊，啊，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那我们现在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前面，我们水陆法会有七坛一首，但是天坛是天上的坛。啊，那向各位报告就是说，我们所送的经已经1200万多部了，这些功德呢，我们一并呢都在天坛而交子，像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观世菩萨、玉皇大天尊啊来交子。啊，也像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教主，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学们所送的经宝已经有1200万部，这些功德我们一并回向。啊，祈愿呢，我们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这是唯心圣教的天命，
这是我们每个唯心贤士都应该做的。我们不抢功德，也不谈功德，我们只是在履行我们这一生来到世间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啊。所以今年已经1200万步的功德刚才早上晨时开始呢，由文心圣教幻贝学院文松院长主谈由我们幻贝法师圆蒙法师呢带着所有我们幻贝学院诵经法师代表在这里教子我们在这里祝福各位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家家平安，户户平安，事业平安皆赚钱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本人呢，自从71年2月19日，在基隆瑞芳工业区办理工业区测量规划重划。分配土地的工作的时候，突然间肾脏两边开始痛起来，痛了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当时呢，我就急得到矿工医院去检查，医师帮我经过各种检查之后。查没有病，只是告诉我说你的肾脏有结石落到输尿管来，所以会很痛。那我就请他帮我打一支止痛针呢，赶快回来台中。结果还是止痛不了，回到台中以后呢，就到处求医了去检查呢，说我的肾脏一个萎缩子小小了，一个胀大了，所以我到处求医出秘方，越吃越密，便秘越密越不通，越不通。在1年呢，我的好朋友洪清田先生，他是做塑胶工厂的老板我1年呢去帮他看工厂，他就告诉我说：“张老师。”我介绍你一位台湾祖师修成正果了，他又倒驾慈航在新营谢妈妈的家在那边祭祀，所以我就去了到了新营，原来叫做龙凤宫，谢妈妈谢老师在这里自家3楼小小的小佛堂我也就去了谢妈妈谢老师跟我说你没有病，我说我明明我的肾脏病很严重了，你还说我没有病，就把我赶回来了回去没有病，
一个礼拜再来，所以我就孟虎奈何就回来了，回来还是很严重，晚上没有办法睡，睡在沙发，脚翻东翻西，头也痛，什么都痛都来了，顿悟无常，人生无常。